杰 ENN 在2011年将旗下多间公司全都整合到万娱乐一起整理，不仅也有着许多知名的艺人。却流传出 Wake One 过度压榨内部员工，甚至连确诊也被迫继续工作，最终导致员工们集体辞职。而 Temper 日前才宣布将在9月25号回归，虽然内部的情况如何没人能够确定，只能希望问题都能够顺利解决，不要影响到了旗下艺人吧。